点四十。有看得到吗？我看。开始。好，走。那边是最好看，然后这边就可以，三角架就还好。那边那个雕棍子不够长哎、欸啊，给我有脏吗？哎、欸，镜头，我们有没有镜头？是你没有转，我没有转开，要擦一下吗？我好像稍转一级，我觉得怎么觉得不顺？等一下，镜头要不要擦一下？这样子，然后。你怎么那个？你拿那干嘛？好危险哦！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丢掉，丢出去，丢出去！不要，那个往那边往雪堆里面，等边丢。我刚超稳哎！丢出去！加油！丢出去啊！哈！加油！会。好。在哪边打的什么钉柱？那个屋檐吧。你们两个要转两边吗？对啊，就好了。进鞋子没穿好、哦。小幅度就好，不要大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爸爸人在爬的。没关系啊，没穿好。还有登山口嘞。这是跟人给他爬山的、啊。你们要站两边吗？他们要站两边吗？要啊，要啊。那就好了。不要靠我那么近吧。慢慢过来。够了，不要大意了。站我旁边就好。太近了。这样近一点。近一点没关系啊。这样子好。看中间啊、哦，看上面还是下面？因为这样 看哪里都没差、啊，我们视线因为棒棒在这个高度。好，我看。哇，旋风！没声音，看得懂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我都没有 pose 啊，想一下我要做什么 pose。好，一二。毛都不动啊、哦！对啊，懒得动了，反正其他人有动就好了。举高一点。哎、欸、没声音。好，没按到。爸爸，你又越跳越近了啦！哦，打在一起。我会挡到风景。对，我觉得举手会打到风景。嗯，好了，好，你就不走，要换那边。嗯，好。不走太冷了。没动作了。没动作了。没动作。是雪融掉吗？我们的车都倒了。我跟你们去，然后你们可以上板子。走过去就开始介绍吗？哦，你说我们上板子。你们可以上板子啊，只有我要走回来。那你背包，你那个放自己身上吗？上板子，你们不要再玩了啦。哦，你都拍完就交给 Barry。你们现在把体力用光，等一下没力气滑雪。一定要滑没有关系。等一下从四处要撞出来。撞到本本了，刚刚好不容易存那么多体力，一下用掉，真浪费。哎、欸，哦，少宇，少宇，啊，真浪费，你那块雪太大了，刮掉。
像比较平哎、欸，那边好像已经被踩扁了。那、欸、雪是不是？啊！算了。就是像，很像那个背景啊，风景照。什么方向？不是背景，这个为背景，这个小孩子最边边，去前面，翻板去前面，来这边。我洞给舅舅掉下去，你扯到别人的洞了、啊，开玩笑，别人的洞，好深啊！挖洞，别挖我了、啊，对不起，小心到、喔、后面有一个洞、喔。好了，你站好一点，快一点，挖洞给这样会不会太不用摆 pose 了？太优，不用摆 pose 了，太优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它要摊开啊，它要被摊开啊。然后在上面一点比较好。都可以啊，现在后面的山也很高嘞。那你不要再动了，不用再动了，你就放棒，各个位置，各个位置都打一下都可以。好了，再上去一点。好了，应该用不着那么高。对，我觉得用不着那么高。反面转到这么高，来转个方向就好了，不用移动，转个方向。侧边吧，对，这样吧，哎、欸，这边。来转，这边哦。转好，慢慢过来。哦，你站错了，小朋友。还要换方向。要高一点，哎，水这边动作，好了，准备了。钢铁人在这。
不是应该要拍这个站这个方向？好啊，那就站这个方向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这个方向？这边是什么？介绍一下，快点！我在白马月，北阿尔卑斯山，哪里是北啊？阿尔卑斯，这整个都是吧？管他的，阿尔卑斯连峰，圆月啊，圆月啊，哪边哪边？昨天一直滑的那个，那里啊？你说平平那里吗？平平那里吗？那一面啊，那一大面呢、啊？哦是哦、我们滑那一面下来啊，然后左边一堆树，缆车上去啊，然后后面是背后啊。我眼睛瞎了，没看到缆车。看不到缆车了。柱子啊，柱子啊，也超美的。好，我们再埋这个洞。好，再来拍一下这一面就好了。那我们来。然后还要拍。我帮是肚子。让你站比较高。你们两个起来了。哦，爬那边好累的感觉。那个是登山吧？那个。那么要滑下去，滑下去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没看到雪的那个轨道吗？它要滑，超松的。为了要滑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往，我要走了。快点，你们要去滑了。你们应该体力用掉20%了，等下少20%的滑雪体力，浪费啊。哎，我干嘛？没有声音。雪仗为什么要丢那？没关系啊，不要管它了，那个很重要吗？过来好了，准备了，比较高一点的，不用太高了，高一点啊。好，那个山后面山那么低，妈妈你又太过去了，过来一点啊，靠近点，莫这样子，走着。好，再做一道哦。好，好，好，放。是不能走吗？哪里？这里、啊。是，就怕危险，让大家知道过了线就危险了。往下可以滑，这雪道内啊，他那边前面那边说不行啊，都在融化了耶。对啊，太热了，晒得热热的。要你要去再检查一下 GoPro。 有啊。我嘞？有啊。你的没衣服。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。我现在先走，我不用看一下他们吗？啊，我不用看一下，不用看一下啊、哦，其实。拜拜。你应该比他们快。很安全的。变得好滑。
很怕啊，所以我要在它上面看着。前段啦，后面又是宽的了，而且左右边就是红色，对，还好，解放下来了。这样是黑吗？不知道哎，大家看一下地图，但应该是比较那个没有压的那种。对啊，还好。还是黑，这个应该红吧。动停的就没事了，慢慢摔倒了。我在想，好滑到右。
右边去会比较好一点。右边比较乱，跟这些人一起比较安全。但是他们都要这样小转欸，他们会这样。对啊，就不会这么转，要这样子啊。右边的话感觉比较深的馒头，左边的话比较那个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这个很高，不要不要不要。我们的小不点自己下去了，他好勇敢哦，斑斑超勇敢的，斑斑真的很勇敢嘞，很强哦，对啊，很勇敢嘞，一朝半世走天下，自己就下去了，很有节奏感，他就很滑得很顺啊。很厉害啊！你跟着，不见了，不知道斑斑在哪里。还好吗？在下面了。还好吗？休息啦。他在休息。不是摔，那就好。好啊，接下来重点还好啦，就这样想。滑树的右边比较缓。对，反正只是下了，对。
哪里简单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等他们来。好好玩哦。嗯。Ski 好玩。Ski 好玩。超好玩的，光都不会摔倒，超简单。很简单。我都是运动完头都刹车一下。嗯。我看你的动作平衡很好，就咻咻咻咻就下去了。没有酸哦，因为一直下。小白，就那个雪高低不平，不要习惯，抖一下我的腿就会。好，我跟他，我帮他录。休息个十分钟，我要上厕所，把汗弄掉。我要上厕所，我本来就要来上厕所。你身体里面都是汗。啊！怎样了？来休息哦，脚会酸，要赶快休息，补充体力。你不累啊？我们只要休息十分钟而已。上厕所，喝水。好热。你顺便问问看妈妈在哪里啊？好热哦，好热的。对啊，要赶快排汗了。去换个，顺便上个厕所。好，关掉，关掉。开。